龙头岭，福兰清水湾，这两边的房子都是雅居乐开发的楼盘。雅居乐的销售厅啊，看得蛮气派的。这是雅居乐啊，它的开发沙盘图，12公里，很大面积，超多楼盘。还有5星级的酒店，这边是他们的小的楼盘模型图。别墅，加上高层。我现在在临水啊，住那个清水湾假日酒店，也是雅居乐房产啊和周记集团合作的，环境还不错，是周围环境都很好的。有钱的都是买独栋的小别墅，差一点的嘛，就是只有买公寓了。公寓能看到海。